Our first soldier has fallen. Objective Berta is ours. Must take the enemy's objectives to stay in this fight. What are you gonna do? Not one of Titan shooters. Capture and hold the objectives, as many as possible. Da, munition.加爆了，加立刻就要爆了，要不然底飞一下，底飞一下。哪里？哇，看这。得点吗？哎，这是坦克，来上车。别，B点的是那个重坦克。那我就死了。我刚跟你讲说要上车的。这应该是外挂。 哎，坦克在头上靠腰啊！对，就是要这么派。弄他！弄他！有没有战术成功，然后谁还活着？ 我再修一下，哎呦好了，没有这个顶他战术成功。OK， 好 ，OK， 修好了，继续。这个战术其实是有类似的，嗯，是真的有类似这种战术。等一下，我可以修你车子，车子修好了吗？ 修好了，你可以直接上来了。那别，那铁罐铲没有两。嗯，我这个就是直接来送的，可是有人上来开机枪倒是真的。没有，真没有人。没有人，就是没人。有台战车来了，有台战车来了。我车里把手里了。有台战车来了。 我还没死，我赶快跑。哈哈哈，还得miss，还得miss。干，我真的要爆了，我真的要爆了。靠背。看他直接近距离。嗯？帮坦克冲出。好啊。 哎，没事，没事啊，一样是一点。哇，没有转头过来，射我。 F 点应该有台坦克。带子弹跑。 哎，贤良，你这边打，OK吗？这是坦克吧？没有，没有分数，应该不是。对，应该不是吧？那个是爆掉的。地图物件。对啊，地图物件，那不是。三三。
周都有趋势一点。哎、欸，这土很屌的点，就是那个花花草草，你走过去是有碰到的、欸。这点我真的觉得是蛮厉害的。看这方向，我操了！先躲草丛里面。有人过来、欸，有人这样，哎、欸，他没有离开，哪里啊？他在哪里？哎、啊，他进来了。这边的。他死吗？死了。快死了。死。我们等下拿到点就走啊！太可怕了。可以啊。他那个进来要离开，那个是要试探一下到底有多少人。如果是我会这样，那我准备要走了，好可怕、啊。哇，好厉害！ Good work,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aesar. 我刚才滑手游，你知道？我在滑模型少女。你有玩那游戏？有啊。那是台湾的。最近。是不是台湾人做的？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直接玩，我也没在管他的。然后我就这样一直抽卡，一直抽卡。我想说那个抽卡的乐趣。有课吗？你知道有？小，没事。我刚看到一个，来的，哪里？他在哪里？他们走。真的。你知道刚刚有人趴在我旁边，我想奇怪怎么会有那个趴地声？哇、哦，很多人！他跑掉了。好、哦，龟狗的死地。我现在在龟，到底在哪里、啊？不是 RU。我这边好多人的感觉啊！他人比我多，完全不知道哪里。你赶快冲进我这里吧！你们死，快死了！奇怪，人在哪里啊？死了，被抓到了！而这个仔仔跟你其实讲认真的，你真的是要到爆氪才有办法，很好玩的感觉，你知道？不要了！别怕，打这边！坦克！不要点！Aufpassen! Da ist Gefahr! 没的。后面还有跟人。Ja, das ist gefährlich. 他是这样子跑，他打一发就逃跑了。前面有一个狙击手，揍他！我靠，还轰我！快点重生，你等我一下，先不要交战，你需要武器。打不赢，太多坦克了。Too much。我红牛，我会撞死。呜呜啊！两场劣势。我其实玩这游戏，我已经开始没在管他那个输赢的，只是觉得，因为我们毕竟人比较少。
克了。揍他，揍他，揍他！我拿屁股戳他，那我拿竹竿戳他。捅他屁股，快！我后面有人，后面有人，后面有人，你看见后面还有台坦克，干！太多台了吗？你跟你讲他们很多坦克，为什么？应该可以救，应该可以。可以吗？什么？好像没有，还行。大部队过来，我的竹竿突破一台坦克，任务成功。继续。可以把你炸一遍。对面有人，我死了。我靠！你把卡酒吧的那边给我们。哇，你那太高，没办法救。我还救吗？算了，别救，别救，有人在家。Coming。左边防护区全部都是人，左边防护区全部都是人。哦，对，你前进方向的那个方向防护区有一个，都是人，啊，全世界都是人。我靠！我以为那不是你的失败，结果里面果真还有人。What？ 你这是正常的吗？你刚是自捅到死。你看什么自同时？因为我想说，不能破坏掉吗？它不是墙壁吗？因为里面都是人啊，所以我就把它炸，把它炸掉了。不行，很明显不行。来，你就把那个地方炸掉，我这边补。你用你的巨爆破把它炸掉。啊，导火，等一下。我有来不及。没事没事。它掉下来的。很恐怖，蹦！Für dich, Munition！ 最近有人，你把那黄子炸掉了，把这个炸了。这边可以直接炸了，到这边吗？不行。啊，那过去了，送你了，别下来，要死了啦，哭啊！我会迟到了。讲那个房子太多人了。可是我还叫你先把那个房子炸了。没有，那个我炸了，没屁用哎、欸。炸没屁用。我刚炸了。真的，我炸了没利用啊！不然我，点点很多很多很多载具可以开，我会开一下。
哎，又有铁棺材可以开，我来开铁棺材。棺材开出来，哪种铁棺材？有机枪，有炮管，没炮管，没炮管的。没炮管是真的。你是自真正有人在长刺的我才做。一样，等下会有人过来做的，不用担心。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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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屌啊！哭啊！我被捅屁眼，哭啊！有人要来救我吗？没有。因为毕竟只有我们两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硬一点的。对，这游戏，对啊，我这再找一台，再找一台坦载具，上面是有炮台的。这没办法修理的。我们是轰炸机战术。Oh no！ 好多那房区里面都那房区里面一大堆狙击手，好烦。再看看有没有坦克。开着一台心爱的小马曲来的，来看一下这马曲长怎样。马曲要爆了，马曲要爆了，马曲撞了一下，那个就爆了，靠呗！医疗兵好难，机枪兵好弱。我家里有架坦克，这是飞机吧？坦克，飞机，坦克，飞机耶！坦克有炮管的。有炮管的，对啊，有炮管的，我可以叫有炮管的。我叫完了 ，nice。来上车。等一下，我前面有人。看下到底有炮管。但他是那个、啊。他是大炮的。他是，你知道他什么东西吗？他是三。嗯。他是类三，他是改装的。然后在玩打带火战。你说我在，我在那个呢，我在打一点呢，我在打一点呢。你离我有点距离呢哦。嗯，我刚才打一啊。
没事，我来救你了，我来喽。有台坦克在我面前呢，他在我面前呢，你有看到吗？他爆了，耶！上车，来了。有上来了，修好了。不要走桥，不要走桥，桥被封起来，我们桥被封起来。没那个不是，那个不是。看看会不会，没有，那我走了。前面有一个，前面有一个，大家看一下，看到了吗？太明显。墙角，墙角为什么？哦，正在台有看到了。打到吗？打到。打他，打他。我们可以打起，我们可以。等等，这个人有点，等等，走右边，哎，他跑掉了，人跑掉了。等我转不过去，等一下我上机枪。哦，不行，他直接在捅我们屁眼。哦，那个有死角哦。他那个有死角的，我没办法。